啊，吃淀粉减肥？减肥不能吃淀粉吧？很多人一口淀粉都没吃，照样瘦不下来啊。身体长期碳水不足会怎样？心情不好，情绪超差，容易疲劳，体力不佳，头脑昏昏疲倦，想睡，有吃东西还是嘴馋，有运动也长不出肌肉，皮肤变差，还掉头发，代谢变慢，免疫力下降，遇到停滞期就再也瘦不下来了。最惨的还会变笨。这里提供一个研究报告，美国塔佛兹大学研究发现，坚持不吃碳水化合物一周，人们的记忆和认知能力可能会受损。这是因为大脑活动需要葡萄糖作为能量，但脑细胞无法储存葡萄糖，需要通过血液持续供应。好了，南瓜泥、菠菜蒸蛋完成了。加糖加工的坏碳水才是让你胖的凶手。地瓜、芋头、马铃薯、南瓜、玉米都是很好的碳水，合理适量的吃才能帮助减肥。我是怕你太瘦的体重管理师马吉，关注我吧。